Wait.大家看到这个，应该就知道我在，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主演。我叫黄伟，我跟钱鑫一样，就是射手座。那外来语，我从以前到现在，没有上过正式的美术班。OK， 这是我之前在做的东西。就是我设计一款属于线上游戏的地图，可是后来没有被利用。这个也是，然后被打下，然后里面的梗被偷走了。因为这是应征用的东西，所以里面的能力那些被偷走了。对，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写的是东西方的神怪，然后再加印度的东西，这是属于十二生肖里的被魔化的东西。OK， 然后这是我后最近在做的东西，也是一样游戏的。OK， 那大家看到这边，回到我们第一个，大家看到这会想到什么？我跟我做互动，这样比较快一点。关说，OK， 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出来。OK， 这个的确跟你讲的很像，但是主角不是淘汰，是老百姓。OK， 那有围岛，那就会有政治人物。那政治人物，我们都把它妖魔化。OK， 我们看，对，对不起，这是后来我设计的东西，然后一样都没有被录取。就是都没有被打枪，所以我后来为什么会自己跳出来做游戏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因为别人不用我，我自己用我自己就好了。那这张大家就知道是谁了，名字很明显。太帅了，太帅了。我刚在聊天的时候，你觉得这跟美国英雄有什么不一样？美国什么？美国的英雄漫画，这个，对，这是我。这个应该没有。线条叫这是对，这是角色卡。那我们总共会有15个人物，然后这是一款讽刺性的游戏，大家会觉得很像那个《美丽岛风云》，其实完全不一样。它是融合了 Ben， 然后那阿瓦隆，然后再加上一些 Shadow Hunter 的一些东西在里面。对 ，OK。那这个就是魔方代表，那马英九，但是我们不写他真实的名字，是因为怕会有官司的问题。那这个东西本来是跟我们另外一个伙伴做，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做的有点心力交瘁，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拉回来自己做。OK， 那这个呢，你们大家猜看是谁？阿比亚是谁？OK， 这个呢是另外一个阵营。那我现在问大家，我们身居的台湾目前有四种，算是属于政治性的人物身处。那大家可以知道有哪四种？政治性的人物。对，也不算是政治性，就有四种人，但是都会在新闻里面常出现。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的，然后一个是民进党，再来是特殊政棍子，包括就是为了某些目的要达到自己知名度，然后上台，然后拱大家，是一出来唯恐天下不乱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再来是没有不一定，有的是纯粹为台湾做些事情，然后发疯的，发疯发热，例如像林书豪啊，然后魏德胜这些比较我们觉得他是小人，可是却可以让台湾发光发热。OK， 那这个呢，就是我刚说的其中。那这个《鬼岛风云录》里面就分成四种种族，这个我把它称为叛徒，他是人类。这个呢是妖，就对，这妖魔化，所以简单的规则就是妖跟魔还有叛徒，在这个游戏中。玩家只能选择一个，也就是说，他不是选妖，不是妖只有一个，魔也只有一个，叛徒也只有一个。可是
像这个是人类，它就可能有四个到五个。对，后面还有其他人，就是这只是初稿了。那这些为什么我会让平民的这个是属于正义的一方？这个只是为什么要让他可以多一点选择？第一个，人类在这个游戏里面是比较弱势的，那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他可以团结起来，去猜到妖方魔方的人是谁。因为一开始大家扮的全都平民，他这个游戏是卡牌游戏，但是他是双面子，也就是当他从人正常的人翻成这张的时候，他就是英雄化，那他会启动他的特殊。对不起，那因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是桌游，大家都知道桌游是什么，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这个。然后因为碍于资金的问题，所以我现在一个人必须肩负企划，因为我以前是写企划，然后还有美工，那对啊，就要一个人完成这个，大概要完成。估计是200张图，然后里面还有分成9张地图，那之后的话可能就是要找后置的伙伴，可能要做一些比较特殊，例如像特殊的骰子那些。那我是希望说，透过这个介绍，能够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来一起加快这个完成速度，因为一个游戏做九个月有点慢。那等到这个游戏 OK 之后，我是想要去申请一些创类的，或是把这个作为智慧财产权的贩售给桌游公司，然后换取金钱之后，要推行另外一个桌游。它另外那个桌游是比较大型的，它是属于世界性原住民文化的桌游。透过游戏的部分去认识各个国家、各个原住地的原住民，包括我的原住民，然后澳洲的毛利人啊，冰岛的爱斯基摩人那些巴拉巴一大堆，因为我觉得世界上介绍原住民的东西有点有限，以透过游戏的方式玩乐中去学习，这是我想做的事，就是我跳到我前面所谓的理想到现实，然后最后就是扯到钱。那钱对我来说是后面的问题，因为现在的部分是先希望把这个东西都做好以后，再去想到利益。OK， 那我就没有问题想要。